啊，呢、這个好好简单嘅道理啦，就系、是、你冇见过啲海豚企喺度咁喺度弹下弹下啦吓吓。你见唔见到海豚有时唔系就咁喺水底弹上去喎？佢系喺海面嗰度喺度浮住，喺度 keep 住喺度拍拍拍拍拍咁样嚟滑翔噶嘛。而且海豚啊，直情嗰一弹上去添啦，喺海底嗰度一嘢弹，顶嗰啲咩波啊？你睇嗰啲咩海威小姐鲸鱼都系咁样弹啦、啊，系嘛？有咩问题？系可以噶，系的确有咁嘅可能性。有咩问题？系非常合理嘅事情。点样咩喺水度跑系有可能啊？你系科学系做到，系一般人类做唔到，唔代表系冇可能。如果你话喺水上面系浮唔到，即系冇办法，咁大把动物收得当啊，大佬系嘛？系咪先？啱唔啱？系咪啊？啊，自认系鸭，我只脚比鸭更劲。鸭其实都唔好，呢个比喻其实唔系好好，因为鸭系大半，佢点解可以喺水上面咁样游走，就系因为佢咩嗰啲油，即系羽毛有油，有个油脂。再浮唔系纯粹话只脚嗰个压迫啊，或者点啊？但系海豚嗰啲就系一个好嘅例子，佢斋用佢条尾啊，嗰啲杀人鲸嗰啲就系点样可以一嘢弹上水面？你可唔可以弹咧？你做唔做到？你可唔可以喺水面度吓喺水底度一嘢弹上去顶波？你做唔做到？做唔到。咁海豚做到，你话海豚有咩可能？你系咪咁讲？点解呢家海豚可以弹到啊？违反物理，佢用个金手指喺呢个世界，你系咪想咁讲？唔系啊嘛，大佬系好威，哇死制包，系咪先？啱唔啱？哦，又话咩有脚毛系啊？如果你脚毛，如果你好似我早几日咁讲，将啲头发直落去嗰啲。直落去腳嗰度，啲頭即係嗰啲腳毛夠長，搽啲油落去可能得噶，擠嗰啲嚇豬油搽一浸落去夠油，可能你有機會浮到喎。呢個要經過科學實驗，你可以試下。你話好想體驗下，因為鴨咧就係咁樣，有啲羽毛有油咧就可以浮上去。同埋提提大家，你有冇留意到咧？游泳選手咧通常攞冠军啊，或者头几位咧都冇黑人，唔系歧视，只系呢个系嗰个种族嗰个优势。黑人跑步嘅保特嗰啲咁鬼劲，咁你会唔会话歧视？唔系，咁就系因为黑人就系嗰啲骨头重，有听过就系咁样咯。咩黑人嗰啲骨咧，同埋黑人好多都唔识游水，有听人讲过话咩？佢哋学游水啊特别困难。所以咧游水咧，你会见到而家日本选手都劲啊，有啲人攞亚军啊，有啲咩噶嘛，都会见到即系有唔少可以入到三甲之内，即系黄种人都有机会游得快，白种人都游得快，唯独是咧就黑人咧就喺游水咧就会吃力啲咯，就系、是、唔同即系唔同嘅皮肤色嘅种族咧就有唔同嘅喺唔同运动有唔同优势咯，啊你点睇？好嚟啦 ，X24 俾落去，迪基亚想出翻大位啦，可惜啊，俾人拦到啊，仲有机会喎、啊，俾翻出去先，靓啊 ，X24 俾翻中间，视野啫，海子视野靓到抽紧啊，哎，可惜啊，争少少攞到啊，仲有机会喎、啊，继续后冚上嚟 ，X24 想斩入去中间啊，但系冇机会啊，俾人拦到啊。爭少少有機會攞到啊！有啲人話咩好威士黐線，咁你我啱啱同你講，我話而家牙買加咁啊，全部黑人咧就好容易攞到冠軍嘅，咁啊黃即係黃種人、白種人點追都追唔到啊！次次都係咁樣，黃種人得一個臨場試過就係鐵跨欄子喎，有機會贏到冠軍。咁系咪 racist 啊？咁样咁根本就系客观嘅事实，佢哋二啲赢有咩咁样 racist？ 黐线系嘛？哦，马拉松嘅就埃塞俄比亚啲成日赢嘅，咁又咩肯亚啲成日赢嘅，咁又话又 racist 啊？点解你净系帮埃塞俄比亚啊？冇啊嘛？呢个事实系咁啊，大佬啱唔啱啊？咁有啲国家系。劲呢样，有啲人系劲嗰样，咁啊好正常啦。个个你劲晒咩，大佬？啱唔啱？系除咗我玩就我会赢咯，系啊，系啊，系啊，唯独是我呢样咯。咁你咪 racist 吓？而家系咪 racist 啊？即系净系达叔一个人，我系达潮人最劲。
其他全部人都唔够单朝人劲啊嘛，系咪可以咁样？系咪种族歧视？咁冇啊，冇计嘅，呢啲人冇嘢好讲啊，系先？所以就系咁样咯，呢个奥运就系有唔同嘅人，就系有唔同嘅专长啊。乒乓波咁啊，不嬲就亚洲人玩晒嘅，一系咩日本，一系中国，一系韩国嘅，全部都系。就算咩有啲系其他国家，都系咩华裔住咩入籍过去嘅，成日都系咁啊。有啲咩马来西亚、新加坡就全部就系咩，即系都系黄种人嚟嘅，系嘛？啲鬼佬啊，成日改制嘅，佢系将嗰啲乒乓波咧，即系佢赢唔到啊，就成日改制咩以前个波系咪细啲啊？而家你知啊？你可能有啲比较细嘅兄弟唔知道，以前乒乓波粒乒乓波真系细好多，而家嗰粒乒乓波啊大好多，系嘛？就系、是、要就鬼佬赢唔到啊！因为你细咧就唔知落细啊，劲啲即考功夫啲啦，你要都难啲击中啦，系嘛？个波细。咁啊，改制度都改咗好多次噶啦，仲有一个咩制度？好多人讲嘅就话咩台底，即系以前咧就开波前咧就可以摆落台底嘅，等你睇唔到，我要准备抌点样抌个波，因为你落西啊，你一掉嘅时候只手戳一戳或者点样点撩咧，就攞我睇到嗰个人啊准备出咩招落西啊，咁啊即系斋落西开波玩到啲鬼佬耷耷得冚噶啦，已经玩唔掂噶啦。咁呢個唔係話淨係中國人有優勢，啲日本人有啲打乒乓波都係屈機嘅。以前一開頭就係日本屈機先，即係總之就係中日韓啦，黃種人就係打乒乓波就係屈到黐線。咁後來奧運就見唔夠抽，即係講冇嘢好睇喎，搞錯啊！成日都係你哋贏，咁啊改個制度咯，就係咁啊。又唔見打籃球改制啊，話一定要限制身高啊，或者點樣？或者个篮框矮啲咯，系嘛？又唔见呢啲改制嘅吓，又唔会就黄种人嘅，所以呢啲有时其实你话奥运系咪话真系咁公平，都系表面上有啲嘢都系唔公平。例如话有啲运动，例如柔道，咁虽然咧柔道咧就而家就好多外国人，即系外国选手玩得劲，但系呢个柔道系例如话系咩边个人发明嘅咧？日本人发明啦，好明显就系、是、咁，可能佢咁肯定佢历史源远流长。肯定有啲优势嘅啦，系嘛？咁你又唔会，你会唔会有啲咩运动系假设系中国专有有冇啊？杂耍先算啦，喺嗰啲头顶嗰啲顶个嘢喺度转嗰啲转碟，佢而家斗玩呢啲啊！咁肯定外国要学都一段时间起步啦，系嘛？啊，实有优势嘅，有时有就系有呢啲咁样嘅嘢咯。奥运系咪话完全公平咧？就唔系嘅，我就觉得。因为点解我大叔识咁多嘢，我咁聪明？冇计，即系我同你讲过咪，好似咩军师《三国演义》讲过啦。诸葛亮话做军师一定系吓、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咩都要咁样，系嘛？又话咩抢包山系啊？你抢包山系啊？整个抢包山啦、啊！我哋赢硬添啊，连连玩喺香港赢硬添啊 ，Number One 世界第一，整个抢包山仲刺激。系嘛，即系应该加入呢个运动又唔加，自此啊奥运咧唔知几年会筛选啲运动，类似系咁啦，但系就从来冇话话喂正抢、啊、包山加落去啦，系嘛过瘾啊，冇睇咩好睇喎、啊，又而且而家有已经有个好嘅制度啦，抢包山有分嘅，唔系话斗快爬上嗰样嘢，就咩计咩上面顶层嘅包咧就计三分，咩下低啊两分一分有战术。唔系话咩，有啲人立人哋啲包先嘅，系嘛？有好多咁嘅嘢啦，有好多咁嘅制度，其实都好科学化，你啱啊！呢、這个搞出嚟好好睇添啦，即刻可能啲鬼佬都觉得正，咁会唔会加唔加？因为你哋屈技嘅喺度，你哋已经识晒头几届，仲唔系你哋赢冠军啊？啱啊？又系咩？又话咩？我哋咩有人话唔够中国劲？黐线！我哋玩咗十几年唔够劲，你 short 咗。人哋第一年玩啊，点啦？点都唔够你玩咗十几年。我哋是但揾个冧庄冠军过去都够做啦。三甲都香港人添啊，有几难啊？傻猪啊，系先？球类有冇世界纪录啊？有啲人话好似冇，有冇世界纪录冇啊？最多可能世界纪录咪炒人。
幾多分嗰啲咯，我估就係咁樣咯，球類。好似話咩巴西咩第一場已經輸波，有尼馬帶隊啊，今次巴西咧就有參加奧運足球嘅，咁咩尼馬係咩出師失利，跟住尼馬就話咩新聞報道，我睇無線定咩講話咩尼馬喺度講話咩想做女人。跟住我聽完咩事啊？跟住我話係咪睇斯朗著絲襪又咁講？我唔係。佢話點解想做女人呢？係因為爭少少啊！佢話因為咧女子嗰個巴西隊啊，好順利啊，唔知炒人定乜鬼嘢。個男子咧就麻麻地，仲要主場失威啊！嗰下就即係陰公豬。咁啊，即係麥少大人個口啊，或者點？所以尼馬話咩壓力好大，尼馬又話咩明白到美斯啊壓力，佢就咁講，即係因為即係話美斯擔起阿根廷嗰個重負，點點點咯，話咩而家終於明白老大哥本頭嘅滋味，之後就話咩好辛苦想做女人咯，佢咁講啦。呢、這個就係我都係睇我冇睇到個即係尼馬個樣定點樣啊！即係佢有冇張相即係報道嗰啲啊？冇嘅，就係我都係睇無線嗰啲精華定咩旁述就係講話喂話咩乜乜乜，我唔記得邊個記者咯。佢話你點睇啊？尼馬即係帶領嘅巴西隊唔掂喎。我都係立一立嘅，佢就話咩尼馬想做女人，佢咁講。跟住我行一跳咩黑咩尼馬想做女人啊！黐線，我咪聽錯啊！跟住佢話咩原來咩壓力好大，因為女子隊啊領先，咩好有優勢咁樣咯。我想知道如果尼馬如果變性係咪可以參加奧運嗰個女性比賽？好似之前有試過，唔知道有個唔知亞馬拉松定咩奧運嘅，又係唔知道扮女人定點參賽，而家俾人發現咗，好似有啲咁嘅新聞，好似有試過啊！以前東歐有好多變性人啊，我話俾你聽，即係變性運動員嗰啲都係咁樣噶，因為點解咧？就係佢即係男人嘅肌肉。梗系变咗性去参加女人，咪有机会赢啊！嗰啲咁样咯，系嘛？好，呢下后抽靓喎 ，X4 想吸噶啦，可惜啊！有冇人知变性选手系计咩咧？系当即系可唔可以参加女性嘅比赛咧？得唔得？有冇人知道啊？可以有真人真事。咁會唔會有人即係有冇運動員為咗贏而變性，即係求勝心切啊？即係近代有冇？我就知道以前都有嘅，東歐有好多呢啲啊，係嘛？而家歷史以嚟有邊個金牌咁有冇人數得出？一霎時之間我都唔係好醒起。哦，我識啊，爭少少啊！又話咩西班牙籃球隊試過2000年成隊扮弱智參加殘奧之後俾人踢爆，咁黐線嘅事都做得出啊！咁好有辱，即係叫嚴重處分啦，係嘛？呢啲即係擺明係扮嘢，即係點解咧？因為你即係智能上嘅嘢，你好難話即係有個科學檢定。我點知呢個人智商幾多咧？咁樣係嘛？即係你。除非你找到鏡頭24小時跟蹤他，就發現咦點解佢依一刻咁正常，你就知道佢扮嘢，即係你錯佢唔入啊！點解佢咁扮，佢都有個原因，即係佢唔可以扮嗱我斷咗隻手啊！咁你一定要睇，即係好明顯睇到啦，即係人哋會好似坑你隻手咩有知覺，除非你好忍得痛，攞火燒你即刻縮，即係會有自然反應啊！你控制唔到，除非你咁癲。即係呢啲嘢，即係物理上嘅即係殘缺咧，就好即係有機會，即係好難掩飾到嘅，瞞過呢個奧委會法眼。但係咧，智能上咧呢啲係好難，即係好難有個科學檢定。我話佢就係講咁樣喺度扮，類似係咁樣啦。咁最後點樣俾人踢爆咧？我都想知道，即係點樣驗到佢。啊！我話你而家攞，即係話而家你答應你嘅弱智，我俾1億你，你肯唔肯？即係我 yes， 跟住佢即刻試到佢定點樣？啊！我都唔知點樣，佢攞啲咩利誘佢定點樣踢爆到佢啊？即係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啊！啊！有冇人知道？
又话测智商，咁佢乱咁答，你点知啫？即系佢，你而家要扮白痴，你好明显，而家我而家要扮弱智。一加一等于几啊？一加一加咁冇得吧？咩一加一啊？咁样人哋已经咁样人哋咁你肯定知啊？你肯定唔可以答好即刻。你以为你知道扮弱智做个二咁样答咩？你都继续扮傻仔咩？一加一啊，一加一，一加一啊。我唔知道啊，咁样咁样啦，都系咁样傻仔扮落去啦，盲嘅，总之你有个任务喺身，咁样咁梗系乱笠廿四嘅啦，跟住啊好好玩啊，画啊咩好似咩蚊蚊吴孟达啊，扮蚊蚊食蚊蚊啊，即系嗰个咩降龙伏虎罗汉咁啊，就喺度扮，即系喺度嗰个傻仔状态就系咁样噶嘛，系嘛？咁所以你话咩测智商点测？而家有支针可以刉落你个脑就哦，你智商应该系百几冇啊！而家所有做智商都系咩问你问题，系冇嗰啲咁样噶，系嘛？啱唔啱？睇下先，一加一等于五十，你已经一听就知道，我已经会知道呢条肯定扮白痴啊！弱智点会识啊？弱智嘅根本即系智能有问题嘅人系冇办法咁快了解到一样嘢，你要问几次，所以你哋就冇嗰个演技。点解我话我系演技大师啊？点解我做到啊？因为我系呢啲咩史坦尼夫拉夫斯基嗰啲级数。有尊严哇！做乜鬼嘢啊，大佬？咁轻轻咁弹落去啊，唔够力嘅真系黐线。哦、啊，啱啊！你一定系史达尼夫拉夫斯基嗰啲咁样啦、啊，一定系由内而外再到翻外啊！一定要你只要谂一谂个处理嗰个状态，就唔系咁样嘅。啊！即刻答五十啊，太假啊！一定系要扮啲唔知咩，问咗你几系咩个十零廿次你先知啊！一加一，一加一，佢系乜重复十几次？仲要喺度数手指数十零分钟先答到佢，或者画下啲直色公仔，可唔可以先得噶？啱唔啱？咩唔系智能有问题？冇读过书，黐线！冇读过书都知一加一系几多啦，系嘛？你问你是但捉个街边僆仔话一个苹果六呢度有两个呢度有几多苹果啊？我而家俾一个苹果你，然后再俾一个苹果你，有几多个佢识唔识答啊？你傻啊！有冇读书都知一加一系几多啦，系嘛？大佬唔系呢啲先嘅嗱，呢个就系你又对角色，有人话俾你听。你对角色嗰个身份嗰个定位，你就冇一个研究啊！做演员你又必须要钻研呢样嘢，否则你又演得唔好吓，啱唔啱？喺小朋友，通常即系智能有问题，即系话咩？最多去到几岁智商或者点样嘅，系嘛？即系智障人士可能就系智商去唔到几多岁，系嘛？唔系读唔读到书嗰个问题，啱唔啱？小心啊！对数字有认识嘅智能系几多岁啊？我都唔知道，这个就系你要自己再查下咯。总之就系咁，你要自己。我而家系大概得几多岁智力？点点点？鹦鹉都唔知道有几多岁，鹦鹉好似都有十几岁小朋友智力，智商都好高。依下靓喎，铲得啊！又话2014-1994减错啊，减错系点睇？之前一路个心算计错啊，大佬。而家我问你，有时都系咁样啦、啊。我早排睇过一段咩鬼佬片，就话咩而家咩你几多？佢咩类似就有啲鬼佬又喺度问你，佢话咩？佢话咩？你而家几多岁啊？跟住有个鬼佬答咩20岁，跟住佢话咩？如果你迟咗4年出世嘅话，咁你而家系几多岁啊？咁样之后佢就答错，迟四年出世咧，正常咧就应该咧就系后生啲嘅。之后佢又唔知计错数，佢就唔知变咗系咩家，我应该老啲啊，定点样？咁问咗十几次，之后都系答错，都系会咁嘅。有时一个人就系一路做紧其他嘢，一路答啲计数字啊，就系会难啲答到啦。啊！
而家我攞支槍指住你個頭，跟住叫你做嗰啲嚇，好似小學嗰啲咩乘法表，差一乘廿四，你都未必計到啦。或者計，我哋試下計慢啲，即係一槍棒落去做啲心理測驗，你都搞唔掂，係咪先？啊，咁啊唔係話咩計唔計，呢係喺咩狀態下計錯數，而且呢嘢咁複雜嘅數，四位數減四位數就唔係。好到啊，五减一，哎呀，都即刻答到你四啦，大佬做紧咩？我话俾你吓，系、嘛？我拆紧炸弹，你喺度问我啲狗嗰啲狗因歌，我都识背啦。哦，小心啊！跟住咧，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咧？讲下其他新闻啦，讲咗好耐，就话咧最近咧就即系咧个就嚟咧7月14啊，大家知道啦，7月14系咩日子啊？就系、是。呢、这个遇难节啊，鬼门关。咁咧佢就话咧咩？佢话咧有时咧，佢话你见到遇难节咧，你见到咧人哋咧就成日咩拜祭咧会咩有豆腐啊？点解？你知唔知？佢话咩豆腐芽菜？佢话相传咧，佢话咩鬼咧就佢话咧冇得食嘢嘅，即系佢话咧就即系净系有得睇，冇得食。咁咧就而且咧地府咧就佢咩啲食物咧就一吞落去佢哋嗰度咧就会变成灰烬就咁样。咁点解要俾啲豆腐佢咧？咩意思咧？就佢咩豆腐咧就咩多水饭，佢就话咧就冻啲，即系芽菜嗰啲咧通常系冻食嘅。佢话咧就即系同埋芽菜以前咪成日浸住嘅，有好多水分。咁佢话即系就冇咁易俾火烧到，跟住咧就系、是、容易啲即系俾鬼食到咁样啦，即系派俾啲鬼咁样。跟住仲有嘅，佢话仲有啲小知识系咩咧？佢话咩？通常咧遇难节咧咪有一啲遇难盛会，就有啲神功戏。佢咩有相传咧就咩第一场遇难戏咧就唔系俾人类睇嘅，通常咧咩头几排冇人坐嘅。咁咧佢就话，其实咧报纸话咧呢个系假嘅，佢话咩呢个讲大话，点解咧？佢话咧因为咧头几排咧就系要俾嗰啲乡亲父老，即系有地位或者出钱大老细整呢坛嘢嘅人，即系佢哋俾钱，梗系要俾佢睇即系最前排。咁佢话咧，但系如果你咁样同啲细蚊仔讲，我咩细蚊仔未必听。咁所以咧就流传咗一个故事，就吓佢，就话嗰啲俾鬼啊，你唔好乱咁坐啊，坐正咧大镬啦。咁样咯，就系、是、有咁嘅故事。咁咧就及后就即系呢个传说就演变啦，就成为咗呢个传闻，就话神功戏就系话俾鬼睇嘅第一场。咁呢、這个不过呢一个咧，我就未有时间考证。即系如果我考证嘅时候，我再话俾你听呢个传，即系报纸咁写系咪话真系，即系咪话完全正确嗰啲点咧？我就未有一个完全嘅考证嘅，但系就系有咁嘅嘢咯，吓、啊。你点睇？又话去戏院都唔坐头几排，戏院唔坐头几排戏啊！你个银幕系恶高，但系你而家睇嗰啲系大戏，即系舞台剧咧就唔同嘅。啊，嗰啲舞台剧，唉，舞台剧嗰啲系个台又唔会话好高，而且你坐第一排，你先可以睇清楚嗰个演员嗰啲戏啊、样啊嗰啲咁样噶。啊，系唔同，你睇唔坐头几排，惊你条颈断，啊，想睇得舒服啲，啊，后排高少少咁样咯，明明就嗰个道理系咁样嘅。而家啲戏院，我都觉得，如果佢摆前排嗰啲，肯定有你有冇试过系坐前排睇戏？有时你都会见到嘅。有時都會見到有啲人都係照買啊，唔啱場次啊，又好想睇嘅，焗住睇嘅，睇完啊好唔舒服。有啲而家有啲戲院已經好噶啦，進步咗啊，就即係太近有啲位置咧就唔會安座位，有啲黐線嘅就係、是、以前舊有啲戲院啊癲啊，即係勁近個熒幕，個熒幕大到黐線，你一近距離睇咧係睇到一劈嘢，嗰啲解像度一劈屎，完全睇唔到係做緊啲咩咯，而且個頭頸一定斷。你咁樣長期惡住，嚇、啊、肯定係對即係頸椎啊嗰啲有問題㗎啦，肯定係唔好㗎咯。你有冇試過坐前排？我有試過啊，坐唔知第一行、第二行我都試過坐，好鬼辛苦啊，大佬。係、哎、可惜㗎，而家保持三分鐘，佢攻埋呢球，我哋有冇機會打反攻？那是等佢冇受波啊，有冇機會冇吹完仗？
仲有喎、啊，泥鸟啊，睇下冇得珍惜，把握呢次机会，吸得靓，靠你啦 ！X 和四再吸过嚟，唉，阴功啊，可惜啊。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咯。今日呢幅图咧系由 Kenny Chow 兄弟所画嘅，请等等转个游戏先，请等等。郭子谦生日快乐，仲有边位啊？小美生日快乐，仲有呢？文家乐生日快乐，祝王希晴早日康复，因为入咗医院系嘛，祝王希晴早日康复啦。文俊仔生日快乐，再见啦。